他们两个水平差不多，然后实力很接近，四个队进去，他们可能卡在四五名这个位置了。前面有危机，有茶队，还有老干爹，小象可以不算好吧？他们应该是卡在四五名这个位置。彪哥，你看好谁啊？不好说，两个队实力太接近了，看发挥吧，我觉得，谁发挥好谁好嘛。一后面也是换了人，换了一个新的 carry 阿杰啊。上次我们看一后面的比赛，这个阿杰打的是真的很不错的。一般来说，一个新的选手，他去了一个新的队伍，比如说他之前在二线徘徊，他突然去了一个一线，队友变强了，那这个选手肯定会很珍惜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的机会，好吧，肯定会好好打的。就像那个危机的破悠悠，这个阿杰感觉也是的，还剩十打得米，挺好的，上次看他们比赛也打得很好。五秒。然后 IG 的话，最近状态有所回升，之前状态很差，但是菲菲回来之后，状态还是回升了不少。然后现在 BP 手不知道是菲菲还是他们的教练，一选选择了帕克。现在职业队伍对帕克这个英雄很看重，但是打帕克也不是没法打，你选个炼金就可以了，可以考虑啊。但是炼金不能选太早。帕克也不一定是中好吧，可能会摇摆。他把龙骑办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把龙骑办了，然后可能就比如说你选了炼金的话，他就转四了。但是炼金三四手拿不到，前二手不敢拿，就很尴尬。一后木先选择三四了手水也可以域，办呀。这手炼金一后木二手不点啊，应该是要被 ban 的。神域是川动还是出一般他会看的，没那么急吧？他确定你中单 Park 了，他来点炼金的，一般。哎，彪哥，啊？刚看个视频，你被打了。我被峰哥打了吗？怎么没你是戴不是头看盔啊，猫兄弟？和老鼠啊？没。啊，彪哥被谁打了？被峰哥被峰哥，对呀，没戴头抽盔查。钓鱼，我操！等你看我的哪看一个视下，频我啊？看一下。啊，谢边。哪个？你看的哪个视频啊？看那个刀圈半年会啊。那个是刀哦，圈疯人黑社甲是不会是？疯人甲，啊，刀圈，黑社会，刀圈，黑社会。黑刀社圈黑社会啊，峰哥你妈逼，五秒，好那惨，个我彪没哥头看。这么硬都砸下去了，我操！那个里面很多词应该是他剪辑出来的吧？很多话我都不记得我说过呀。你肯定说过呀，你不说过他怎么取材呀？他剪你一的声半再音剪呀，一半呀，峰哥，他可以这样的。你别慌呀，彪哥。我没说过啊，峰哥真他没肯定说过。是剪一半再剪一半呀，他肯定不是剪连贯的呀。对，他有一句话可能是这边插剪两个字，这边剪两个字剪出来的呀。我没说过这样的话，峰哥。有些话没说了说啥啊？彪哥说了啥？彪哥，彪哥怂了，彪说哥啥话？彪了，哥，我和蛇哥啊，坐拥这边啊百万湘军啊，彪哥。10秒。慌了。5秒。紫猫冰龙这两手其实 IG 这两手 Park 基本上是走中了，好吧？那他应该会把炼金办了。哎，有紫猫可能也是中。轮到天辉禁用。紫猫失踪的话就不办炼金了，办蝙蝠。那他大哥可能怕蝙蝠啊。轮到鹰眼禁用。斗鱼，低在前，歪在后。这句话我是说过的，但是我说的是大的哥，大的哥也不是我大迪哥肯定是低级雕刻呀，弟弟啊，弟弟，谢斌，湖低南级猜雕哪？刻。天辉的禁用计划是什么呢？怎么摇身一变大迪哥变我了呀？谢斌这个毕业有点问题啊。回湖南了，峰哥点名哥，了，现在也不在上谢海了，斌。不在管辖区范围之内。5秒。他
根本不慌。自从跟回了湖南长沙跟宝哥会合之后啊，坐拥百万湘军，心里一点都不慌。峰哥把你们都标记了啊，表哥。我还在上海。现在你好逼啊，在广州都准备建基地了，我操！广东分部，想把峰哥，峰哥坐下大将五六六给搞过去啊！这个逼在挖，把大将五六六搞过去啊！豪逼那叫什么？岳军。豪逼湘军岳军都起来了啊！豪逼想有这个想法啊，峰哥啊，跟你说一下。上次在挖呀，在挖五六六，五六六差点就中心了啊！喂，在广州，赶紧请五六六吴总吃顿好的啊，稳定军心。现在峰哥已经是封天子了啊，封天子。封。那天巨龙说了，想扶阿刁上位，但是阿刁搞不过你，搞不过峰哥，他说。看一下 BP 这边 BP 有点意思，他现在要扶大弟哥啊，要扶大弟哥。我支持大弟哥。钢背兽，好，钢背兽有点缺空，但是后面可以补，好吧？一空，这个钢背点出来，现在没人打他，选个 PA 怎么样？幻影刺客 PA 魔晶是吧？对，魔晶打他还可以的。其实钢背有点怕高爆发物理的，没有高爆发物理，法系对于他来说，法系技能是杀不了钢背的，钢背就怕减甲，高爆发物理。你法系技能的 CD 有限，输出有限，钢背只要勇士法医一出，你法系杀他太难了，必须高物理、啊、还要一个破皮，要不就末日使者啊 Doom 啊、有一个英雄打钢背很好用啊，强子兄弟们还可以，然后是职业比赛难选，好线上路、线上太弱了，小强是挺尖的，强子打钢背啊，一个大桶了，然后桶力一下开个壳，你又晕一下，再抽一下。这钢背应该是。那 PA 那个魔晶，感觉出的一个优先度还是没那么高，好吧？他起码三。PA 一般魔晶的时候，钢背莲花也差不多。BKB 之后呀，魔晶一般是 BKB 之后。莲花它可以解的。但 PA 打钢背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一瞬间的物理爆发呀，它不一定是靠魔晶破皮。他的减甲高爆发是可以杀的，二十可以啊。哎，小强，小强来先出，还是小强打钢背？那他们这线上好弱，冰龙小强双酱油。上路应该不会是三吧？蟑螂恶霸。拉比克啊，费德的拉比克。小强是，费德的舞台很大，对面的技能啊，对面的技能有点好。以后我这集合挺舒服的。这不是线上太弱了呀，这。这边来个巨魔 ，IG。我的大圣被办了，需要一个线上厉害的大哥。看到刚被想到了昨天老碧龙，好吧，昨天老碧龙真的就是一个狗腿，那不就拍拍。哎，昨天被黑战绩什么样子啊？马尔斯捅那个刚被啊，被狗腿龙搞了呀！狗腿龙这个逼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逼你妈势力的很，就他这边有大腿，他就是个狗腿。没有，就是不是他认为的大腿啊，就是那种什么很屌的，他就是个狗腿。没有的话，他就是个毒瘤，你知道吗？就昨天他妈保 TZY 让经验，然后拉远古，每一把都是这样的，把 TZY 的等级保得高高的，我操！让经验保远，然后拉远古买大药，那他跟我们打，他会这样保峰哥吗？我就没见他这样保过峰哥，他要封吸峰哥血。不是、啊、你以为宝哥不是吗？宝哥这个宝人妈逼昨天好多大药，我操！宝哥一样的狗腿，大药机保人的，跟对线一样。我他妈昨天电线啊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哎，宝哥怎么不拉野了？这个逼的妈逼在线上，我操！宝哥有药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以前玩五号位没药的。峰哥以后龙神再打四保你，你让他让经验拉远古，你看他肯不肯？他不肯，你就说你怎么保 TZY 的。那他来句你又不是 TZY 怎么办呀？那他就是要反，梗到了，那他就是要反。五秒，峰哥这个逼要小心点啊，狗腿龙啊！这个逼，峰哥已经把他标记了。峰哥，用计划是什么呢？单立丸干嘛？他马尔斯帕立丸，三号位钢背。
真的 IG 需要个 PA 好吧，他们现在没有高物理输出，这个阵容是打不死钢贝的，钢贝只要肉单核呀，而且是单核好吧。但是马尔斯打钢贝有一个好处啊，他只要毛到钢贝，那个钢贝必然是脸，钢贝就是脸对他，对，马尔斯是很克钢贝的一个英雄，毛到就是脸对人。这边少个大哥，轮到叶岩选人，搬 TB， 那就拿 PA 啊，飞飞的英雄池，或者炼金，哎，炼金这个版本胜率真的可以的，两边都可以选，炼金胜率好起来，炼金打钢贝不好吧？两万五呀，对啊，十秒，不过他这个酱油要配的话，只能用自己很厉害的大哥，五秒，他这两个酱油，他选什么都压不住钢贝，我感觉。跟他对肥，选那个不错。炼金那天我跟眼少就是钢贝打水人对肥啊，但是钢贝中期放不过水人，水人还可以，水人打钢贝挺好的，还可以。就对肥啊，水人买个钢贝很烦水人的，他打不死水人。补刀还有点难补，水人攻击力高，他白嫖。水人好，这把那天被眼少那个水人打了的那个钢贝，前期跟他一样肥。中期就放不过了，水人还可以好吧，只要幸运上能保住的话。天辉选人时间，水人来了，哎，挺好的，水人是飞飞的吧，应该是啊 ，Park 是飞飞的呀 ，Park 应该是一模，肯定啊，中单 Park 呀，因为 IG 阵容飞飞肯定是玩 Park 呀。是吧，只要水人线上肥就能打呀 IG 的这种。水人打钢贝，选个打水人的小黑。换长矛手小黑都行。猴子好，这把猴子无敌。选个猴子把他关了。小强小黑打马尔斯也可以啊。冰龙这种都拿猴子没办法。都行。二选一我感觉都行。小黑也挺好的。欢迎长毛手，猴子无敌啊，这把猴子了，这把猴子太好发挥了，真的。猴子是还可以，线上就是无解肥挑战，闪失挑战啊！打对面的阵容后期也不怕拖，关键是一后面这个阵容。马老师到六，他那个大对他威胁力不大。一后面这个阵容想打到后期是不难的。阵容好，一后面阵容好，你们觉得哪边？一后面阵容应该是把 IG 压制住了，他随便打到后期。虽然 Park 克猫啊，但是紫猫对线其实是比 Park 厉害一点的，在我看来，紫猫那个抬手 Park 点不动，这把然后紫猫吹风用的好，可以断那个 Park 的大啊，就是用的好的话，这把一控我感觉胜负点在拉比克好吧，拉比克挺关键的。其实猫怕，其实 Park 有点怕猫好吧，有点怕紫猫，只要紫猫出疯子。这把一控反正一控要 IG 用的好。我感觉一混比 IG 厉害一点点，好吧？他不是厉害一点点，他最关键的是啥？他最关键的是这个阵容打到后期是一混比 IG 屌，然后一混的阵容拖得到后期，他有钢贝守塔、神域蹲他，对，他的阵容很好拖到后期。猴子处理不了 ，IG 的进攻不好打，你要打进攻，你要越过钢贝手，钢贝手顶在前面，你所有集火打钢贝，还有神域救，后面一个神域，是的，一个救。啊这个、阵容对这个 Park 要求很高，好吧 ？IG 要赢，对这个 Park 要求真的很高。有神域，神域又克，这神域挺克的。这 Park 还挺好发挥的呀，对面就一个拉比克的，那个局。那个感觉这个紫猫要就是 A 杖神域得那个 A 杖跟那个什么紫猫就是克 Park 紫苑啊，出吹风紫苑得早点出好吧。我感觉紫猫打 Park 好打。线上他出了吹风，帕克就很吃力了，吹到就吸到，躲不了的。在我看来，我自己帕克打自己紫毛是对线打不过紫毛的，紫毛攻击力，抬手比那个。峰哥昨天不是玩了一把帕克吗？我就看了前面一点，后面怎么样？啊，超神了！峰哥那把帕克好屌，我操！十多杀十几杀零死啊！啊，打钢贝吧，十几。峰哥还有这一手隐藏菜单。IC 我记得上次看峰哥玩 Park 还是 IG 点 YYF， ICU 局啊 ，ICU 局也不算 ICU 啊，峰哥。
你打的钢背啊，阿夏夏的钢背。感谢小离神送的一架飞机啊，老板大气，没啥压力，感谢。恭喜小离神升到十八级小刁民，主播更爱你哦。今天双倍亲密度，三倍亲密度上线啊！大家荧光棒送一下，升牌子会升的很快。哥，昨天的帕克又有好秀啊！我没看，我后面打三国比赛去了。哎，可惜了。啊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这边直播间的氛围啊，在我七杀零死六助攻的时候，全部在骂，然后有那么一两个人，有那么一两个人在帮我说话，骂你啥？有那么一两个人在帮我说话，说这个数据不至于这么辣吧？有一两个人在说好话，当时。峰哥有大半边的人都在骂。一两个不至于，我纵观斗鱼各大直播间，虽然说你直播间人最多，喷的也最多，但是帮你说话的人也是最多的。其他的直播间，我跟你说，没有反抗之力。那是以前，雕哥，那是以前啊，以前确实啊，现在不是了。也是的，也是的，峰哥。其他直播间没有反抗之力，没有守军的，你知道吗？直接空城。十八路最后一杀过来，哎呦，防守能力都没有。你直播间还是有一股小将。现在守军已经很少了啊，已经很少了，有很多守军都被那个蛊惑了，被蛊惑变成了那个加入敌方阵营了，被蛊惑了，叛变了很多啊，风气不太好。斗鱼大部分直播间都是你妈空城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十八路打开城门迎接十八路诸侯，然后跟着十八路。你懂我的心情吗，雕哥？当时我帕克七杀零死六助攻，我准备看弹幕吹一下，结果都他妈在阴阳怪气，这个帕克怎么拉，反正就是。然后我就看到一两条弹幕说，哎，这个数据发挥的还可以吧，也没有说的那么不堪吧，就看到一两条弹幕在那里说，直到我超神了以后才开始吹，我操，超神了以后吹的弹幕慢慢的多了起来。以后守军啊，太难了，帕克有人喷就过分了。以后得给守军加官进爵，太难了，兄弟。加官进爵，赏封地，赐诸侯百里，啊、赐诸侯王，留下来的守军啊，都是铁忠臣。十八路诸侯来一次封一个呀，封一路啊，来十八次十八路全没了。这太严，我看的吧。我操，这个人抢夫啊，两边都是五人抢夫，这啥呀？把他挡上去、啊。我操，现在有这个说法的，直接选择好戏啊！他刚刚那个。好像是拉比克，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就是拉比克，他走到塔攻击范围之内，没有眼，那个塔没有那么高的视野。如果是有眼，那个塔会砸他。你看那个光圈那一块，好像是这样的，就是他走过去，如果塔砸他，哎，就说明塔有视野，塔视野是眼给的。好细啊，因为是晚上，晚上塔的视野没有他的攻击距离远。那你走过去那里能打吧？我刚刚如果没看错的话，他应该是塔的晚上的攻击距离没有他的视野大，他没那么远，好像没那么远。然后他走过去塔砸他，就说明这里有眼提供了视野，塔才会砸他。刚刚我看拉比克被塔砸了一下，感觉是这样的，好吧。那些小毛打一猛啊，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以前不是这样的吗？以前个屁，你妈逼，以前出门是白天，现在出门是晚上，这你们他妈也能杠？一帮杠逼，我操！这是改动呀，这是改动的呀。这时候，一群他妈云玩家，天天就知道杠。哎，早就知道了，以前早就这样了。你妈逼，以前出门是白天，现在出门才是晚上，好吧？白天塔就有那个视野了。硬杠啊！这个牛逼！感谢，怎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？送的飞机啊！应该紫猫对线好打点。紫猫前两局打帕克很厉害，好吧？可能很厉害。帕克收个远程兵翻个波，哎，先试一点，不过没反补，好吧，还行，知道经验了。树挡以前是有这个说法的，现在没树挡呀，他不用树挡了。七杠二，我操，八杠二，嗨，传播啊，传的很细啊。什么这英雄就很舒服，哎，勾踢，还有勾踢，哎，我被中路拿了一血 ，IG 的一血开局，
IG 这一把必须优啊，不优很难打，优了还有的打。这里在格布兵漏了一个十一杠二，这土猫漏了一个人头。上路还是水人打钢背啊，水人补刀不是很高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峰哥有一点点回应，没事，等级高一点就好打了。水人前两级打不过钢背，正常。三级啊，两级转属性就舒服点。对了，转属性那个敏捷加成。16-2，好高啊！18个，传补18个，传补。全补是二十下，漏过刀，兄弟。对，数学不对吧，贾哥？漏了两个，只有16和20啊，没有18的。18除以4等于多少？18除以4除不了呀，除以不了四，峰哥，20才能除四。我知道呀，所以说呀，峰哥要我们少数点，4.5呀。还有一种单数的，单数反个眼有单数。小强开壳，哎呦，插落！你去越久伤害越高，弹自己。好人也有点多。哎，熊怪，哎呦，全踩了，好气！觉得夜眼的防御会有用吗，杰克斯？是有点费药，好吧，紫毛打 Park 有点费药，要买点大红。这个符啊，我感觉他回家了吧？要不要回家？啊，他晕大药了，不会回。晕大药，晕大药，有大红啊！他回家就控不掉这个符了呀。他不想让符，但是这边不会酱油都动起来了，都动起来了呀。他都来了，都来了，控不到，控不到。还有残音啊，不一定啊，能控，吸一下就能控到。我加速符，来杀人！死了呀，加速来杀人！死了死了，开呀、啊！欧弟，异化异化上去，想开他，想开，哎、没事没事，他不开也没事好吧？不开可以抢下个赏金符，可以拿对面两个赏金符 F 四，不过分的话，真的打得贪一点。可以抢，他加速符，45秒开加速符，他就算吃自己的赏金符跑得也快一些，不开是对的。一个好他至少吃3个吧，我感觉。只要队友酱油专业，至少吃3个。他用加速去抢的话，差不多了。这个点到点了呀，有兵呀。他不想去了，他这个线被推到塔下，应该不想去了。可以去啊、哎，不会被对面 F 3吧？现在去啊，现在去。他就是抢家里的呀，他得抢家里。家里的跑得快也可以的。杀冰龙，杀冰龙，杀冰龙，用加速服干点事。哎哎哎，被假眼看到了。被家人看到了，被绕住了，我操！死了死了！哎，等一下，这就是加速服用的好啊，就绿光了呀，开始没用的好，在赶路啊。那这一波说句心里话，紫猫没拿到人头还是挺伤的，好吧？中路一波兵没了，刚才还比个 K 的。还不够可以让的，弱化了牛呀。这个人头其实要让紫猫吃的，挺伤的。你看他经济，让紫猫他浪费了一波兵的经验。是的，中单玩猫都是这样的，你不拿到人头都挺烦的。这把 JT 马斯好肥啊，好顶啊！欢迎草帽手买了个825。挑战来，集中了，大猪给了个魔免，扛住，没有魔免，没血，没四级，死不掉，要反打，有眼泪，反打，反打刀，打了，但是被冰冻踢给打死了，小的咳了，好吧，咳了一下，舒服，回头咳的伤害应该没打到，感觉被 A 死了，没有，没打到，他是被冰冻那个 T 踢死的。两个兄弟在等塔下等灌瓶，我操！每人一口，节奏打超好是吧？酱油，每人一口呀。六级水人打5级钢背，随便打。剧情不对啊，是你们帮我灌瓶啊，变成我帮你们灌瓶了，兄弟们。
FY 没有平和啊，一直是啊，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FY， 费德，费德没有平和，我操！看我的头还想视频。哎，小强、啊，哎，长了恶霸，哎，没局，谢，那得杀了呀。他那个异化可以直接躲掉壳的伤害啊。哎，头又被 K 了，吐了，烦，费德老 K 头啊。吐了，这他妈这纸毛不肥啊，看到没？他没人头。这个逼 ，K 多了，好吧。有点过分，应该让紫猫拿几个人头的，说实话。猫要拿头的，刷的很慢的。不过这个拉比克他刷的慢，是在老大骨灰好吗？老大骨灰，老水。长里是先锋盾，其实这也是小门自己不够细，他像峰哥一样细，那个人 K 不到头，自己留个共鸣脉冲呀。峰哥都是自己留共鸣脉冲，自己 K 的。他可能也无所谓，好吧，他是骗团队的嘛，习惯问题。这样的呀，就是把技能给放了，也是习惯问题。应该是三年前的我。嗯，峰哥永远看人的好吧，我觉得这个是。是呀，就是习惯问题啊，有些人习惯把技能先甩了，没想那么多。啊，这小中单。小门小空上符。这种中单，酱油会打得很舒服，好吧？哎，有机会吗？啊，他手大。挣脱，有 F 直接挣脱，舒服。我是裸了一个挑战战线，还是裸了个挑战啊？但是这马斯真的好肥啊，4000。JT 最近状态变好，我感觉之前芝芝不在的时候 ，JT 状态好迷好，感觉飞飞回来之后。是吧？芝芝不在，我也乱打。那个时候他好迷，现在他状态好起来了。这一把紫猫没做，想杀一次马尔斯啊！很容易暴毙啊！怕他不做追风，很容易暴毙。这一把一共也一共再拿不到人头，没囤远古炸了。没囤远古有点，他再拿不到人头，他经济就彻底炸了。哦，看到了冰龙，有哎马尔斯，太时间，杰斯那里吸下，吸下，哎。哎，有头了，咬嗨吐了。反中单经济第六很忌讳的，没头呀，没人头，好烦。那没办法呀，就是全打工啊，全打局势。人头就不是他的，除非队友刻意让，好吧。43个刀，对面 Park 64了，刀又少，头又没。等级也没对面高，哎、机会啊，是大。哦，没蓝，没大，没蓝，但是没蓝，货不够。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。峰哥最近其实很少 P 六，峰哥最近打得挺好，胜率也好起来了。哎，挖矿了，流起来了。峰哥最近三五天吧，他的胜率绝对是正的。哎，水人拿一个铁树很舒服。哎，拉比克，这边费德，十分钟符。小龙往猫冲个奥数，亚罗奥数，猫冲的符很关键啊！这个奥数挺关键的，好吧？大家好厉害！他直接裸 A 杖是要关 Park 跟雪人吧？早点出！哎，瓶子没关到，下来是 DC 放在下面的。张贝打雪人，哎打哎戳哎马斯的是，然后上钢贝，钢贝能杀吗？帕克大，帕克大死了，能杀。谁打钢贝一直转一直。神玉呢？神玉不在，神玉快。他可以一直转的，白打钢贝，钢贝很难打雪人，很烦。哎，这个 CF， 哎这边又是个戳，没有没戳到雪人，又转回来了，调了一下啊，调了血来打了。一个波四级波打自己。哎，可以偷个四级波，哎，偷了个戳，好，神器戳也很屌，错的，很屌，戳挺屌的，戳得好远，哎，马戳了，哎，还被反戳了一下，战马了突然，快，这波水人是打得差不多了，好吧，一直在打，哎，费德举接刺，
解锁机器，一下冰箱解锁，拿出来冰了一下，老魔棒，反刺，反手刺一下，马刺，哎，马刺，哎，进那个敌对打死了，二十来了，感觉贝德不该换技能啊，这紫帽全在这里跟水人打猴子，在打单机，这一轰打得好开心，打，哎，来打，现在钢背厉害啊。找钢背打肯定就这样的呀，钢背前期最好有人找他打是最舒服的，我大哥就怕别人打，选人受不了了，哎，想踢下，哎，取消了，啥情况？踢下自己取消这个暂停，那像呀，我也感觉难道是这个暂停卡呀？峰哥每次打钢背什么这些事都让人找他打，我其实是想去的峰哥，但我是个 C， 我不能去，说实话，你看猴子也不去，你蚂蚁可以去呀，这个你们蚂蚁打得多呀。我是个 C， 我去的话很尴尬，那条路的兵线到底是我打还是峰哥打，我抢不过峰哥我就不想去了。哦，原来是有后话啊，雕哥说句心里话，你可以看看最近的 RIP， 只要你一下来我就去打野了，或者说我去上路了，你可以让酱油找你打，大哥自己打钱就其实可以了，像一哄这样典型的例子啊，四兄弟打一把我他妈快吐了，你上路跟谁炸了，老子上去碰到一个 TVY 的海明这比五级，我操！老弟上去就是被一顿揍。可以啥来着？哇，那小刘，那个小刘的 VS 那把我有。老子他妈的，你一下来，二话不说，我玩不了了，上路我要下去啊！然后我上去了。你不知道上路什么情况，那把我很晕的。大概是海明只有半血，哎，小刘话也没说，上去一个锤，那锤完我肯定接 T 嘛，我接完 T 我就 A 嘛。大概海明只有五分之一血了，这个 B 突然就跑了，结果五分之一的海明好。那个血量把我追的 A 死了，完了我 TPCD， 因为我出门抢符 TP 死了一次，然后第二次死在那里，然后我就一级走出来，走出来之后海明都快三了，打不了。那、啊、你妈锤完之后他就跑了，我操，真有他的。那话也不说，说上去一个锤就干，干完之后他就跑，我当时人都晕了。哎，中路，哎，中路，哎，老 F 很屌，大招有吗？中路了，中路了，太多了，来兄弟，杀人破塔。我 Park 舒服了，双本。但是局势对于 Home 来说还是可以的，我觉得 Home 只要猴子在发育，这局势很稳的，稳稳的。我现在玩钢背喜欢假腿双护腕，好假腿双护腕吗？我感觉假腿双护腕比草鞋先锋盾好，不出法医进攻性强一点，出法医啊，假腿双护腕法医啊，跟他这个草鞋先锋盾法医一样的呀，一样的钱，锋盾一个是假腿双护腕，先锋盾是一般，除非要挖远古会有点用，其他的都很一般。好的，先锋盾太没进攻性了，他这个装备就只能挨打。我赞同你这个见解，就是钢背说很弱的，会强一点，你可以凶别人。你假腿双护腕攻击性很强的前期。他那个草鞋先锋盾只能防。有些时候有些英雄不用出先锋盾，很有道理。钢背，他只是为了撑一下血。太防守了。这个打钢背要守，就不怕被关。钢背他妈的，塔只压一枚哦，还站着，他就顶塔拖时间的，给猴子拖时间。这个时候猴子在狂刷，多猴子呀！哇，快单刀了！所以 IG 节奏很难找，我觉得 IG 只有开悟去抓猴子，可能是对他们最好的。哎，三组，哎，三组好呀！没死，互相补龟，烫死了，龟死了，帕克加速还要追吗？你就打死，一换一啊！IG 得找机会刷到猴子，好吧，猴子刷起来还是厉害的，这种猴子刷钱大概二十分钟出头就能出三了，二十一二分钟，他是单出完闪失就可以打了，感觉他闪失出来就很强，挑战闪失，二十分钟呀，升到个十五级，我觉得他十六分钟就很厉害了，十六分钟只要做到闪失啊，出来打架。二十分钟有战士呀，他没付出单打的话有战士，所以他那段时间绝对强势，好吧，可以建立很大的优势。再杀有人没？第一个，
没有人。感谢秀秀的专属歌名，天宇带头三架飞机，老板大气，不太好杀，好吧？真的不好杀，杀他要来很多。猴子会打的人和不会打的人差别也很大，这英雄打钱很讲究，好吧？不会打的人打钱很慢。这个英雄就是不要参战，刷就行。这么点钱，不参战是最好的。秀才，你吃吧。哦，好。不参战的话，那就晚点抽闪失呀。参战就早点抽闪失。我看感觉看肥的情况，或者看队友的情况。哎，这边哎，怎么没毛到？没毛到。但是还是杀掉了俩兄弟。中路呀，死猫打帕克不做吹风，他哎，中路丁龙一个打定了一下钢背。他出吹风是克帕克，不做吹风被帕克克。等一下，钢背没人处理啊，钢背无敌。来了三十第一波，哎，猴子来了，鱼也是被切了，猴子打第一波切了，猴子，这一波打完 IG 很伤啊。猴子快成型，挡不住了，好了，快了。初三是打赢一波，推个塔，再刷一波。啊、出个分身。啊，这分身兵眼啊，分身兵眼。分身呀、啊，先分身再兵眼呀、啊。对、啊。夜眼中塔真是短命。钢背现在也很低，八千仅仅，血麻肉现在处理不了钢背啊，目前来说很难处理。有个神域，是个物理帕克。这发言，给人分身了。哇，两级装备爆了个专属。这费德也大骨灰了，拿大骨灰。阿里斯是真锤，想做大人克帕克。小毛，这边看到了小毛、小刘、安静住。没事，神域，神域过来。路啊，位置太深入了，有神域的不好秒。队友也不在，没输出啊，这波马尔斯也不在，水人也不在，帮助没人打。就有个强子呀。把小毛穷了点啊，小毛穷了点。我前期不说了吗？头被 K 多了。油多了，刷少了。再加上没人，我就被 K 多了，前期是有点穷了，五千六才。他经济起码要有七千，我感觉才过得过去。猫、这个英雄就是越打越穷的英雄，他这个英雄很容易把自己打穷。多刷点的话还是他节奏其实可以，他这样加点二三对点，他七个助攻，这个英雄前面打架厉害呀、啊，这个英雄前面打架厉害呀、啊。相位刚被攻速才一点一，还带了一个银闪。哎，跳了先插，死了。刚被带银闪很舒服、啊，他的攻击弹道本来是很不舒服的，瞬间就变速了。然后加攻速加银闪。哎，这边开雾过来要打，开雾反爆一波 IG。他后雾了 ，IG 猴子没 T 来不了，这波猴子来不了。四打四，先找神域秒了。找亚米克，阿米克要死。冰龙有大，这边冰龙一个大，阿米克你妈挺肉的，他短了血，偷了个短属性的，刚被无敌啊！提升我的影响。我刚才很不明白，他大了那个钢背为什么要冰自己啊？自己走不就行了吗？按错了呗，只能这样解释了呀。哎。弹一下后背动，三钢背，不是啊，法医，还有魔棒呢，根本不，还有魔棒打，现在处理不了，打不动，还要跟个装备啊。哎，这个是不是把眼暴露了？水人，他可是打物理的，这个应该是把眼暴露了，好吧？我感觉这个眼应该被没有。猴子直接做龙心，打物理的呀，他加的攻击，帕克是打物理的，帕克打物理没有法师厉害的。物理其实是能打好，他可能想打猴子吧。他想这边踢猴子。他出个大电锤，护法双秀。输球。这一把肯定水人也在打物理啊，他兵眼完以后不会做啥 BKB 大炮吧？对呀、啊，没有，他
他们没有什么法系。猴子这边是直接龙心啊！你吃饭没，苏乔？纹身有出吗？纹身都没出一个。你吃纹身感觉要啊，就单刀要一把的呀。龙心，这版本好龙龙龙心，我觉得猴子应该是必出。我会出纹身币啊。不是，他就算出兵应该也可以先单刀一搞吧，至少搞不单刀。主要是有挑战，有挑战，有个回血，再加上那个兵眼蹭血也蛮厉害的。这个版本的龙心很屌的，猴子。是可以啊，但是也看阵容克制吧，出也没问题。他打的效果快速做出来也没问题，好吧？就看他那波出的那个装备，那波的效果。我觉得就算阵容需要出兵眼，你也可以龙心加兵眼，龙心太适合猴子。没问题啊，猴子龙心加兵眼都可以的。他就是龙心那一波开雾打，是吧？抢节奏等于说，他刚出龙心的时候是无敌的呀。是的，他那一波龙心那一波非常强势，好吧？几乎打不死他，龙心做出来了那一波团几乎死不了。啊！紫猫 A 了，哎，帕克 F， 帕克 C， 一，哎，七大有机会杀了哈，七大有机会，他技能的 CD， 哎，金龙，哎，猴子被帕克加大了，被波浪帕克交了个大，好吧。可以了呀，这一波冰龙没打，帕克没打，龙心还差一点，有龙心就直接了。对，我们要去打盾了，直接打盾了，要打盾了。刚被收镜子呀 ，BT。现在刚被也不敌。猴子没龙心还是挺不错的。如果带盾龙心都可以打高地了，我感觉。打高地。这一波猴子然后把兵逼出来。这个开物领先啊。对，我看到包屁股了，要来打，直接包屁股。这个屁股包的。来这波冰龙 A 大，看一下，完美的，再一个成功，三个小强，小强，小强一个蛇，马尔斯一个空大，毛空了，抽一个，大力，这一波真的是完美的，节奏有点好啊，加油，全部被绕死了。这波一号木运营的好啊，真的运营的好。他那个眼，他那个眼，他感觉大力要来了。哎，这个阿杰，我感觉他打的真的蛮好的，我看到他三场还是七场比赛。前面两场就看他跟就是一home感觉配合的挺默契，没打发挥都很稳。什么时候参战？该来的时候他都来了。对，就是一home需要他来的时候他都来了。第一场是巨魔吧，我有印象，我还特别感觉他的那个刷钱习惯特别好，他那个他是往队友那边刷的，结合的挺好的。对对对，他习惯好，资源是吧？哎。看看秒，直接秒掉，一毛也没了，感觉这把这样 IG 不对了，没了呀。我反正感觉选出来应该是一红阵容好，阵容也是一红。他直接说过呀，现在的一红不比之前弱呀，感觉。来，这边感觉更搭吧，风格可能更搭。是啊，哎，没戳到吗？烈焰中塔正受到攻击。来呀，瞧一瞧，张老恶霸是你绝活呀。龙心拿到了，看到鸟是死了，但是他是人去买的龙心。66的回血，龙心。你的想象力如此有限。不过当然啊，还是得看他们后面打什么茶队、老干爹、小象他们啊打。发挥的怎么样？目前看来是可以的，打得挺有章法的。化学反应好，感觉他们就是化学反应好呀。真的是看化学反应的，有时候有些选手跟有些选手搭，有些选手跟有些选手有点习惯性的那种，习惯很重要吧，有些习惯。不一定是坏的，但是你就像这把紫猫，其实他的这个经济很崩的，但是他的队友都，对吧？在他崩的时候站出来，
所以他们决胜了。他也干了事呀，队友回馈了他，回给撸出来了。他撸的大骨灰要压制对面水人，废的回本。因为猴子参战时机，这把我看得到参战时机选得很好，不该去的一场都没去，反正该去的每场都去了。天辉刚刚全面加固，就比如说刚出到36分钟去中路打了一波，完了之后基本上打三他都在了。烈焰上塔有些天辉的问题。水人冰野。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。飞飞好像目前阿杰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他之前在 CDC 打过吧？打了打了一天。天吗？打了打了一天，反正那时候印象在哪啊？在哪打了一天？好吧，那时候觉得不厉害，好吧，现在感觉蛮厉害的。BKB， 果然水人还是要先做 BKB， 下一件大炮。我都没怀疑。还要他到强势期，在他妈的二十级要有大炮才厉害。谢谢你的奖励。这把全靠水人了 ，IG。马尔斯也刷了没？他 bug 跟马尔斯的装备一模一样。等一下，水人冰眼分身。这把的目前为止，菲菲是完美的啊，4-0，经济也是一直第一领跑。但是这种局，他这把必须经济领先，好吧？那经济不领先 carry 住还是有点难度的。他这个装备打猴子上感觉有点打猴子其实有点吃力的，雪人打猴子有点吃力的，打不到。说了呀，他要拔大炮呀，他有大炮。尤其是龙星冰眼雪人，不了呀，顶不了方向。哎，钢背。干嘛？钢背受不了，动不了，动不了。钢背甚至想往出跑，动不了呀。现在 IG 打起来得先把后排的两个酱油拉比克跟神域给杀了，杀不了这两个团打不了，好吧。得到后，好吧，打两线后排。神域躲得很后面，哎，这边有眼看到了，水哥大神打出血。哦 ，BKB Park 打不了，打不过，这些费德，哎，变了一个猴子，这边刚被兽也没人打，打不过呀，这是拉比克神域都没切掉，刮痧，全在刮痧，直接要打到没控局，滴滴，没输出，好吧。夜眼中塔正是 IG 还要刷。我直接上了以后吗？没有你们想那么复杂。作为一个，我们抓住了强势期啊，这是 IG 的最弱的时候。可以说在我视野当中的一个。啊，好像这一波这几场比赛下来，我看他打的没啥脾气啊，推他一下，猴子屌呀，猴子屌，没有别的东西，带着强心，复杂，提高猴子屌。我觉得打得好，表扬一下不过分好了，确实打得没啥脾气，这两波肉。哎，这个大，这个大放的有点大，我也是打 carry 的，看这个 carry 的一些细节，后面有个神域打法，做的都很好。哎，冰龙自己被切了，没了，汉哥大两个，汉哥切了两个，给了几个大，给了大，哎，紫猫死了，救紫猫啊，看不起谁？救了拉比克，紫猫死了，就剩两坨肉，猴子怎么处理？猴子没魔了，没蓝了。他无敌，棒！水人切拉比克，拉比克举起来，等，波总跳，再跳走，再跳，拉比克不死就行，好吧？拉比克不死，这两大哥也死不了。对，拉比克一死，这两大哥要被秀的。大骨灰，水人被大骨灰了。哎，双倍，双倍红了，转不动了。没白救，没白救啊！没白救，把水人救。他被变得休闲了啊！看了大骨灰就不应该冲过去了呀。不冷静了，好吧。分身出了把跳，猴子双倍，马上冰眼了。秀了啊！这个拉比克很肉的，2600多血，地位高啊！他偷了那个转敏吧，前面。对。再说是小毛地位低，好吧。
太庞大了。当时第一时间是纳比克被动的时候，好吧，紫猫是后面被秒了。哎，紫猫半血，纳比克空血，他选择了纳比克。不过冷鹰爬啊，冷鹰爬就没事。下波跟个冰眼，跟个冰眼，雪人彻底打不过了。雪人需要装备太多了，他跳啊，放弃治疗了。他想切跳，因为他们现在切不掉神域拉比克，就不可能打得过。他跳过去秒神域，不过神域有微光呀，会把他吸住的呀。刚去危机那个泼油，你知道吗？打得很稳，基本上是你要挑他失误很难挑出来的。这个猴子，确实可能这猴子冰眼了吧，冰眼了，多了一个可以展现自己的舞台。他打得好稳，出装也很稳。龙心冰眼战士，这种猴子你来纳比克，哎，一个啊，有谁用？又是个大锤，但是这一波这个纳比克不一定救得了。投了一个大锤的 F， 吃掉。猴子撞墙啊，撞不进去，撞墙，撞卡在墙外面。好沙吧，也跳了。有刃锤，他有刃锤，但是没大人。我了个电锤，大地打猴子呀，猴子幻象也切不掉呀，这大地太肉了，切不掉没用，这猴子太肉了，太肥了，主要这猴子太肥了，是肥没节奏没断过，隐身。经济领先2000，但是这个阵容 IG 是很难打的，好吧？有句说句 ，IG 打的这把打的不错的，阵容这么难打，打成这样可以，赢是很难赢。他们想赢必须得猴子暴毙啊，猴子得死一次，但是猴子太难出装，那我不知道怎么死。对，他要神域下面切出大人还是蝴蝶？这个蝴蝶啊，蝴蝶。蝴蝶呀、啊，半攻半防，这个血量他妈的，出个蝴蝶上来，哎，他拖的他妈的大晕，找了个大晕。我也是觉得蝴蝶好，他出大人啊，他可能直接杀帕克。他帕克装备有大晕的，装备已经有。大晕的都是物理输出 ，IG 全是物理输出，低一点点，没什么法器的。大晕就是能杀人嘛，蝴蝶就是站桩厉害。攻防一体，他现在蝴蝶性价比最高，不过出啥能出出来都差不多，都也不是说大运不好，都可以的。现在优势呀、啊，他们大运是控制，蝴蝶算是输出加肉。大人好杀帕克，蝴蝶刚雪人随便刚，但是其实雪人打不过他，他现在出不出都打不过他。我每天都洗了，就是换了一个。得再跟个大炮好吧，水人。现在输出有点低，他需要的装备真的有点多、啊，就一个大炮就够了，再要一个大炮就够了。他有大炮就有输出了，他那个大炮到25级两个波很厉害的。关键是大炮这个道具，对于攻击力高的英雄，性价比很高的。直接圣剑了。马斯，动了，防备，防备死掉，了水人被切了，啊，冰龙大，完美啊，那都有点关键了，大救救的很关键，纳比克死了，装备装备，然后来大了，猴子无敌，猴子处理不了，咱们根本没法处理的，哎，你动我干嘛？要不要打的没蓝？打字了，打的没蓝，打呀，躲下刺，打他呀，躲刺，上来，龙呢？他躲了一下小强的刺在打的，我操！不是他不能动他呀，动他他就是必死了，没法打，就是猴子处理不了这个阵。不过确实也难打了，猴子已经无敌了，但不能动啊。他可能看神人没什么血的呀，怕呀。转血了，神人转血了，无敌。冰箱是不能乱放，冰箱是害人，打团冰箱不能乱放冰箱。这个技能会容易失误。
这个技能啊，搞人技能慎用。用的不好就是帮对面靶子打个盾啊，这边再打个盾，以后走没了啊，基本上下一把了，下一把了，下一把不好打了，没法打了。下一把一期阵容还是要选的好一点，这把阵容就是被这个一哄爆了，就十手猴子，你选水人，我十手选猴子，主要是水人用来打钢背的，然后猴子又处理不了了。这十手有时候拿大哥真的挺关键的啊、哦，点一个神奈之笔。这把小门已经很没声音了，说实话，他这个经济这么优的局，他才一把二，哎，勉强排在第五、第六。功能性中单，这个就是功能性。对，他队友划划划就行了，队友给力啊，打打局势，前面还是打了一点局势的，打打局势。扛住了前期的局势就行了，他扛住前期，对，扛一下局势。死亡与金钱紧密相连。他不吃资源好吗？可以说他不吃资源，作用还是有的。是的，这种中单还蛮喜欢的，好吧？补刀是红的啊，补刀是红的，绿红绿。人头和经济可能是绿的。对面的 Park 比他多了一百多个红，绿红红。小门这种中单抬应该是绿红红，对，他是抬四号吧？这种中单很抬四号位，都抬的四号位。哎，狙击团啊，看一下这一波。我这挑战可以卖了呀，还留着，留着把盾换了。打晕了猴子。啊，一个钢背哨子一样，直接给他冲烂。那钢背跟牲口一样，顶。大莲花没了。猴子切后排，先切冰龙，猴子。冰龙被切了。龙被秒了，这边钢背哨没人打。钢背哨一个大兵，大兵神。后排切拉比克，拉比克被秒了，被秒。换一长矛手，这边就无限在找你加油。是水人，水人也受不住，受不了，这边紫猫，我就逮着水人冲，带水人跳走，继续冲。这边后排，猴子又在打水人，把水人打的没蓝了。哎，水人，他那个大血刷满了，微光救了一下，猴子不打了，回来打了。大克打晕，被打晕了，冰箱冰了一下，冰龙一个大招。刚被打不死吧？这个大还不错，给一个次，给了个大。这一波，埃及是没死人吗？死了个冰龙，个人没死吗？冰龙买的，不先手被秒了吗？死两个酱油，冰龙买的。这猴子处理不了，冰龙死了，反正。冰龙买的。这猴子这样打，你他妈肯定赢不了呀，你永远杀不了。我跟你说，冰龙这波不是他，这两个大哥都死了呀。他一个微光救了水人，一个大招冰箱救了帕克呀。没有用，好吧，处理不了猴子和钢背两兄弟，这两兄弟无敌。猴子处理不了，主要是猴子处理不了。来，后排找到了神域，前后排，紫猫，猴子回来。哎，紫猫跟酱油一样，不对了，这一波就这一个猴子了。大云帕克的秒妈冰了一下，钢背倒了，就是一次猴子了。猴子一打三，猴子打大神一打五，打几个阿杰？一打五，我小强也来了，马上来，先切水人，微光，就切水人微光了，龙现在回了，对，要倒了，有盾，强子来了，站起来，神经百变，飘血，哎，马刺，又马刺了，不打了，怕打不过，算了，别打了，人来了，不能打了，只能打，他们快消了。这盾没多久时间了，这猴子要到25级，学个暴击，学神一百变啊，输出有点不够，学神一百变吧，一般的学神他有点没输出、哦、我感觉他有点没输出，好吧，因为他没出蝴蝶，输出少了，猴子输出他几次秒人没秒掉，就差那一口气，有可能会点左边的，我操，胡了，看他点哪边，披风专属，我觉得他应该点右边吧，我也觉得点右边，一般是点右边，但是他就缺那点输出，你看他点左边了，点左边，他就差，他每次都是晕了人之后接个大晕，差那一口气，就差那一口，四个字呀，法国士兵呀，啊，讲错了，
是法国什么？法国士兵不对吧，贾哥？法国南部，忘记了，忘记了。他打团他死不了，他第一时间对面都不秒他，就切他酱油。法国南部，他打不死人。法国南部，这是爆破输出啊！真是如愿以偿。没有人管他呀，最后才管他。他这个二十五级加幻术师，两个自变装啊、哦，两个自变，插个蝴蝶。这装备就差蝴蝶，挑战换蝴蝶呀、啊！哎，他这个加左边是不是就是剑圣的满级暴击，相当于剑圣的满级暴击的技能？剑圣是三十五暴击啊，剑圣盖击盖，但是一百八，剑圣是一百八十八，好像是还是一百多少、嗯？相当于一个剑圣满级暴击，应该没有两百的，剑圣应该没两百。剑圣那个剑舞一般吧，就。没这个厉害、啊、垃圾的，这技能很垃圾的。剑舞啊 ，Oh my god， 里面不厉害的呀，技能号称最废被动嘛。剑舞，Oh my god， 里面剑舞没人学的呀。垃圾，这个技能真的很垃圾。破了两步、啊，滚一点的话可能会继续压制等盾，等个盾，然后跟蝴蝶。这个盾应该有的呀，这边。布莱岛呀，或者伊霍姆等埃及苏莱岛呀。蝴蝶这版本。不过伊霍姆的人拿刷新没啥用。四千了，马上蝴蝶了。他的个性应该是流满。先不跟，他死不掉呀！跟个蝴蝶，带个盾。感觉大剑得跟好吧？蝴蝶很重要的。大剑得跟的。哎，大云柱。大云帕克吗？哎，这边帕克。帕克。我也选了。哎，紫毛酱油被紫毛切了。地龙被切的话，埃及打不了。了买不活的。我们先救一救。哎呦，主力给的大。紫毛好像被打烂了。打烂了吗？雪人切拉比克，这边切拉比克，这边被雪人切了，有点肉，是三千多点血。谢大亏给谁听的？这边雪人在波走，在波，处理完全处理不了猴子，是很难打，要绕过猴子打后排。感觉这个守猴子一点，感觉就阵容就劣势了，有了，阵容就劣势了，感觉。这猴子也打得好呀，一次都没死过。再接个大晕，他每次这边躲个戳，哎，这一波猴子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撤了。刚上钩还不是很好上啊，装备被秒了，追猴子分水猴，不对，是帕克，哎，拉比克偷了帕克，拉比克放了一个框大，框到了两个，不太好追了。但是这边神域被切了。把挑战卖了，猴子蝴蝶了，卖什么卖？埃及这边你别说呀，好顽强，埃及打的真的可以的，是阵容打成这样的，而且经济已经是打回一千了。埃及真的很顽强，有一说一，挑战这个圣剑一出，水人圣剑一出，这个水人圣剑一出不好说了，好吧？他这个圣剑出不来，帕克刷新球了啊，真不好说了，他输出有点爆炸，他应该会出大炮吧？他水晶的买了。哎，他又做大炮了，刚才大炮了，破了身体。他本来要把水晶卖了呀，感觉钢背没有想象中那么肉啊，是不是假低了？他这个装备是不肉呀，他没有加甲的，就一个莲花加甲的。他装最屌的，出了个正负宝石啊，竟然不肉了，僵住了这个点。他连暗面他定位搞错了，他真的肉不起来，好吧？他定位搞错了，他想打点输出，买正。他这个装备出大云不厉害的，没攻速有啥用？斩一的打法带一点。峰哥是不是嘛？他就是有点蝴蝶了，猴子。斩一的打法，需要打哎，吹起来，是不是要？哎，又没出到。他就老哎，这边水人打了一套，暴毙了，暴毙了。哎，猴子把水人秒了，打帕克，帕克扛不住。哎，这么大兄弟，这机会给了不机会。但是紫毛好像是买活死。
这边刚被打晕，处理不了，豪猪来，豪猪就是无敌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一波打完啊，就已经开始冲了那个十八路。谁玩这个学员打对飞？飞飞飞飞，这是他以为抽到了，跟上去打输出，结果没抽到。虽然说十八路出头要冲，但是没有这个水人，艾奇也打不到现在呀。但是雕哥，我说我们，就比如说你话说的一样，你要是没打好，直接被碾压了就算了。就问题是你打得好，哎，但有一波你失误了，也被冲，真的很气的。所以水友就更气啊！你他妈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了。这波肯定不是水人呀，要冲也是冲小强，冲小强呀，小强你妈冲不多了呀。水人是过去接输出的，啊，这边盾猴子拿到马尔斯，我们是 A 站点到没？A 站，抢了个奶酪。哎，被钢背拿了，有奶有奶，钢背拿了，有奶有奶有奶。这边切后排，神域一个微光，走出帕克大，神域死了，神域被切了，掉了，五打三。马尔斯有奶，这边不想打马尔斯，他有奶，猴子在跑，还有上弹，他还有上弹，前面还要追，没那么好打了，好像拉比克被吃住了，是两个，这一波，猴子也要倒了，记得吗？拉比克买活，这种局，钢贝怎么跑这么远啊？钢贝，这个猴子得救，钢贝你们跑的有点远了，莲花很关键好吗？猴子一个大招，大招钢贝，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没有保底了，打。大云还在水人好了，拉比克像战神一样吸起来了。JJ 撤退没有了，撤退不了。菲菲是转的敏捷还是什么？直接融了，转的敏吧，被拉比克擦了一下。他想把猴子打死，结果没刚过，这猴子这都没挡，一次都不能死。有句说句，这把出了猴子，拉比克也很亮眼了。哎，猴子其实断一波节奏还挺危险的，哎，一次都没死呀，死一次是有点危险。接雷啊，就是处理不了他，不好处理。帕克，哎，能不能再放一个？哎呦，买活再放一个。接了。哎呦，输出来。刮痧。作为一个 carry 评价，这个 carry 很到位，好，我也是打 C， 他打得蛮好的。